家好，我是 S Building 的美妆小编依琳。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款黑钻天使睫毛。黑钻天使睫毛呢，是台湾超过50%的店家都爱用的美睫圣品。它嫁接出来的效果啊，会比较有光泽，比较有浓密度。如果我们拿一般纤维睫毛跟它做个比较的话，会发现一般纤维睫毛的效果比较雾面，没有黑钻天使睫毛这么有光泽，这么漂亮。另外呢，爱美还有独家制作了黑钻天使睫毛接下睫毛专用的长度0.6公分，另外也有时下最夯的9D 接睫毛技术专用的粗细度0.07。那黑钻天使睫毛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可以做个选择，就是黑钻巧克力色。黑钻巧克力色的话，它比较适合有染头发的女性朋友，或者是发色比较浅，或是想要低调一点，都可以选择巧克力色。那黑钻的话，就是会看起来比较浓密度比较明显，那这两个都非常有光泽。那这些都是爱美独家高科技制作而成的哦，都是爱美独家伴售的。那它的卷度呢，一样有分 A、B、C 三种。小编手上这个是 A 卷，看一下侧面。然后这个是 B 卷，然后 C 卷。黑钻天使睫毛跟黑钻巧克力睫毛，今天为大家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